我问佛，为何不给所有女子羞花闭月的容颜？佛曰，那只是昙花的一现，用来蒙蔽世俗的眼，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。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，可有人让她蒙上了灰？我问佛，世间为何有那么多遗憾？佛曰，这是一个娑婆世界，娑婆即遗憾，没有遗憾，给你再多幸福也不会体会快乐。我问佛，如何让人们的心不再感到孤单？佛曰，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多数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与失去了拥有他的资格。我问佛，如果遇到了可以爱的人，却又怕不能把握，该怎么办？佛曰，留人间多少爱，迎浮世千重变，何有情人做快乐事，别问是劫是缘。我问佛，为什么总是在我悲伤的时候下雪？佛说，冬天就要过去，留点记忆。我问佛，为什么每次下雪都是我不在意的夜晚？佛说，不经意的时候，人们总会错过很多真正的美丽。我问佛，那过几天还下不了雪？佛说，不要只盯着这个季节，错过了今冬。我问佛，如何才能和你般睿智？佛曰，人生有八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愿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只有在体验痛苦的过程中，参透生命的真谛，才能得到永生。春来花自青，秋至叶飘零，生存于自然法则之中，一个人必须看得懂，放得下，才能得到自在。